个奖我想要献给20年前在第一线帮我们守住的医护人员，然后还有这3年 COVID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很伟大，很辛苦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才这么安全。他现在开始要叫我学长了，对。他下一届拿了，我才叫他学长。这是你入行之后的第一个影帝的奖项，就是意义非凡啊！可以再跟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心情吗？第一次拿到就是最佳男主角这个奖。其实我刚才台上是一片空白，我可能要看重播我才知道我自己讲什么，到现在想不起来。嗯，我刚刚到底讲了什么？有点激动，然后我忘记我们谢台北电影节了。我现在在这边感谢一下台北电影节，就是我拿了最佳新人，然后现在让我拿了最佳男主角，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，非常感谢。那有没有想说拿到这个奖，还有有没有想要把这个奖现在还想要希望可以跟谁分享呢？对，我刚才台上其实我一直想要感谢，但我刚才紧张我忘了讲了。然后这个奖我想要献给20年前在第一线帮我们守住的医护人员，然后还有这3年 COVID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就是非常感谢你们，你们很伟大，很辛苦，因为有你们我们才这么安全，谢谢。那有想过今天晚上要怎么庆祝吗？我现在很想要知道我们最后一个奖有没有拿。对。OK， 那因为你在底下刚刚就是有击败了你的好兄弟张孝全，那你之后会再跟他说些什么吗？你觉得？他现在开始要叫我学长了，对。他下一届拿了，我才叫他学长。